我从后殿回来了，去演的一直根本不露脸的师傅，现在也联系不到你，你在哪儿呢？丹姐，彭恩！丹姐，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怎么不接电话啊？ 干嘛呢？我上班呢，不行。不上了，是我重要还是你那些零嘴重要啊？全重要。我全勤奖就指望着最后一天了。 OK， 你全勤奖多少？500。跟着我补你1000。你在哪儿？兄弟去哪儿啊？去金明桥多少钱啊？80。你骑着我过去给我80行吗？ 闹病啊！你牛妈我是什么人啊？我从小看着你长大的，我能骗你吗？放心来，牛妈带着你干大事儿。您这生意做的不是不好吗？怎么又换车了？<笑> 租的，我给你支回一声啊！我原来那个呢，不干了。现在我是经纪公司老板。又改行了？改行怎么了？红花还需绿叶陪，你就是绿叶。就是让你演我的助理。见谁啊？我签了个新演员，你给他打个电话，问问他在哪儿。 啊！不贷款，不买保险，更没钱买房子。哎，谁呀？不是我说，你丫是不是有病啊？啊！我不告诉你了吗？我什么都不买，我买不起。郝先生，我是您那个经纪人的助理，我不是促销员。什么经纪人助理？我经纪人没助理。他新招的，你怎么接电话的？ 助理，看什么看我？等一下啊，我去叫老板。叫谁？老板，人呢？郝泽宇吗？你谁啊？我是你新经纪人啊，牛美丽。 业界呢，人家都叫我声姑姑，你呢，也可以叫我牛姑。姑姑，我还叫你大姨呢。你以为我傻呀？我自己不认识我经纪人什么样啊？腾腾已经把你签给我了，合同要不要看一眼？从今往后出去呢，报姑姑的名字，跟着姑姑啊，我照吃。上车。神经病吧你！干什么？诈骗不行，改抢了是吗？ 哎，你年纪不大，脾气倒是不小啊，好赖话不听啊！你原来的经纪人，你把你转手给我了，给我松开！你给我耍无赖是吗？啊！你说，等等。
经理，其实我用那个我们的这个酸奶啊，还有我们的每日坚果特别调制的一个美容养颜的一个饮品，你尝尝。嗯，我就想消个假。什么？消个假？我没听错吧？啊，你要消假？哎，我也没走几个小时嘛，接下来就我不上厕所，我不吃饭，我把那几个小时补回来，然后就是全勤奖。想都不要想。那。拿走呀，看什么看？嗯，等会儿，喂，快！哎，你们，你谁呀你？你是谁？我问你是谁啊？我是你祖宗。不是我，喂，挂我电话。你敢告诉我你在哪儿了吗？你滚！不是，我说你。快来尝一尝呗！淘宝超市瑞奥微信新品上市，欢迎来试喝。来，每日坚果试吃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哎呀，真好吃！来一袋呗。可以，谢谢啊。谢谢。对，还不错。但是我们在看不到，我们。好。每日坚果试吃一下。真的是人家路程，不是人家路程，我是特意来找你的。告诉我藤丹在哪儿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第一，我不认藤丹；第二，我不认识你。你给我站！站！干嘛呀？别给我那么多废话！你把姓牛的电话给我。你说给就给，我不干。我跟你好好说，你把他电话给我。我不给。我跟你好好说，你不听是吧？你给不给？不给。给不给？不给。你怎么不哭啊？啊！一般人家小姑娘犯了这样的错，闯了这么大的祸，肯定要哭的呀！你看你现在无动于衷的样子啊！说的都什么玩意儿啊！我都听不下去。你老让她哭什么呀？你让她哭是能显得你特牛还是怎么着啊？是不是？人家小姑娘犯错了，对吧？犯错了就有事儿说事儿。老哭什么呀？又不是你开除的呀，什么？你开除的显得你更牛。这个人是谁啊？我不认识他。哟，看样子是英雄救美是吧？好，福子，我现在正式的通知你啊，你被开除了。从明天开始啊，我再也不想看到你，给我滚蛋！那我这个月的工资呢？吃！你不嘴馋吗？喜欢吃？让你一次吃个够，拿着，拿。工资现在给了，那么接下来，你跟我去谈谈，啊，赔偿的问题吧。